218首，跟我们台语的圣诗是一样，只是啊歌词不一样哈。218首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然后我们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圣餐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218首，在此我能瞻仰救主慈容。进行圣餐，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朋友，或者是还没受洗的，包括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，如果你还没在永福教会受过成人洗礼，或者是在永福教会接受监洗礼的，等一下我们长老在传递这个饼跟杯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拿这个饼跟杯。如果你在其他的教会你已经受成人洗礼的，或者是已经有接续你在别的教会，那在永福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，我们也欢迎你一起来守这个圣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。主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注意听主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所领受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曾经拿起饼祝谢，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。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，所以我们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，我们首先要来感谢上帝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全能爱我们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照着你的命令来摆设这神圣的宴席，为了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赎的祭，让我们谦卑地恳求你差遣圣灵，将我们分别为圣，有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，让我们接受这些，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跟宝血，因为你恩典的帮助，使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培育，在恩典中能够成长，且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曾经拿饼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，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。我们现在要来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，那我们还没拿到饼的就在我们周围的地方安静来预备席。喝的时候以此来纪念我。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，还没拿到杯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位置来预备席。慈爱让我们领受你的圣餐，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，再次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，你保守我们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，是门徒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恳求，当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当活祭的时候，求你鉴察接纳我们，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持续这圣洁的交通，从今以后更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圣餐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。